这把的话，下方好像是转向了，我不打你这个落马选手了。落马选手你保护的太好，那。但是现在这把的话，这个最大问题在于下方队伍它的功能被石化了，导致这把的这个攻击啊，应该是组织不起来了，也给了上方选手一个喘息之机啊。不过你还别说，虽然这个功能没出手，但是这个宠物打的也是蛮伤的，那。那最关键的是上方的工人现在不出手了，上方的工人到底是哪个呀？是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？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啊。不太确定了。这回合的话，上方现在是开始，想对这个下方的这个工人进行一波压制啊。不过下方的话，这个由于前面几回合的，这个才是工人啊。那这么说来，这个工人没事啊，我给看错了啊。这两位这个落马选手都不是工人，那么工人当然这个工人实际上也是造成了不少的伤害的。
之前这个被集火的对象也是这个工人啊，看出来了。那么对这个两位选手来说，这块可以算是一个关键点。那这个对上方选手来说，我现在处于劣势啊，但是我现在好像扳回了那么一点，至少稳住了局面啊。对下方选手来说，我终于这个长期被你压制的这个局面终于被逆转了，现在一定要好好把握好自己的机会。那对双方来说，这会儿都是这个关键时刻啊。这可是关系到2800块钱的，虽然2800啊不算是个大数字啊，但是毕竟你玩游戏打一场 PK 啊就能获得钱啊，那还是不错的，就当白拿的嘛，这回合的话，他没有下方没有选择激活工人，选择了打这个落马的选手，但关键是他这个全打在光上面了，给对方回血了。这就尴尬了，最后一下居然还是 miss， 哎呦！这一波这个宠物可以说是前功尽弃啊，一下没打中，应该算是打中了，但一下没有造成伤害。上方的浓浓虫，哇，会不会发威？1500有点危险，这个1500的血有点可怕呀！看睡着了，这是你不会看吧？我这越看越激动啊！这个这会儿的话，这个双方的这个局面很可能再度逆转呢。下方队伍的话，这个现在的话，这个被 NONO 击中的这一下其实很慌的，如果打出彗星一击直接击飞啊，那位帅气龙魂选手啊就是因为这个被打出彗星一击直接击飞的。那